首先告诉大家 H4 的插头哪边是正极，哪边是负极。一般 H4 的插头都是这边负极，这边是近灯信号线，这是远灯信号线。所以线组拿到有红、黑、黄。我们黑色插负极，红色插正近灯信号线，黄色插远灯信号线。另外这一边也是一样，照这样插。注意你的极位不要反了，远近灯的信号线要搞清楚。好 ，OK， 这样有六条线，所以你要知道，黑色是远近灯的负极，随便你插哪一个，你只要搞清楚，红线是你的近灯信号线。黄线是你的远灯信号线，所以你要把这两条线并成一个插pin，把它剪掉，拨线，这里一样拨线，这里剪掉。拨线，这样就变成四条线，所以你只要共用负极。这是近灯，这是远灯，就会变成双开，远近双开。OK。